大家都是素颜，然后呢没有涂口红，他们嘴唇都不是特别的那种厚厚的好涂还是薄的好涂？其实厚有厚的好处，薄有薄的好处。他们都好，嗯，嘴唇都长得好精致啊，是很漂亮。薄的就很快，厚的就很快，对，就是就比较容易。对，佳佳哥答应我，不要你一个人画完30秒，就别人都没来不及了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先请你们三位先来，好不好？好 ，OK。来准备。啊，好紧张，给我一个动作。好，来了啊，来30秒钟挑战开始。30秒过去了，加速，加速，哇，加速，扶得好好哦，还不错还不错，加速，好，下一个来，快加速，快离！来，左边一力气八个龙，在你右边来宝山。哎，他有抖哎，自己把自己手这样托住，然后再抖。佳佳画得好，但是太稳了，速度太慢了。所以我们目前看到，来你们两位，这么说吧，这姑娘画歪了，这个地方出来了，画了一个小歪嘴，你看这没有，这出来了，就算一个，还就算不算啊？算一个吧，因为可能只有这一分。好，第二个太严了，这实在不能算。哎，你知道头发有狗啃式，我真的没有见过口红有狗啃式。我觉得画的挺好的，是你是故意把他嘴画了厚一点是吗？对，就是上镜好看，好看，对，专业。那么这个就是，这是没办法的，因为林一真的只有1秒钟，他是这样，林一上去就发现3 2 1 3 2 1，他不是画口红，他是打了个圈，最多只能算一个半，我觉得一个半一个半，三个人加起来一个半，好不好？行。那佳琪要开始挑战了，是。先调整嘴型，看没？你看人家多专业。好，来准备，预备，倒计时开始。真的，他画那个唇峰是一笔就画出来。哇，好，哇，厉害耶！我画不到那么快的口红。No。完成，好。这个跟他的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打平了，怎么样？今天？心情是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什么感觉？就是更激动。